要介绍什么 ？Cheese 蛋糕，不过它是饼干。你看，它是 cheese 蛋糕，它把它浓缩成像饼干一样哦。那我们拆一个看看。好。哎呀。十小片，好像那个、哦、迷你型的那个玉子烧。嗯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它中间有 cheese 哎，有没有？中间有 cheese 酱。它的外壳就跟那个好浓的 cheese 酥脆的 cheese 这样子，好浓的 cheese。嗯，而且它外面那个饼干很脆薄，真的很薄。重点是它里面的 cheese 软软的，超浓的。嗯，很像起司酱的那种感觉，好吃哎！哎，起司真的超浓的，起司蛋糕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可以买，因为它就像是起司蛋糕饼干的超浓缩版。它是有三种口味吗？还是三种起司？三种起司混合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吧。嗯。吃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